大家都只是講下笑嘅，即係希望可以娛樂大家咁樣，又冇乜即係純粹係即係講笑啫，同埋唔係真嘅嘢就唔使回應添啦。最緊要滿足到兩方面就得啦，係咯，方法啦係嘛？神遊嗰啲係想講，梗係冇啦，黐線冇咩特別方法，唯係關係啦，即係個關係好緊要，關係即係心靈跟住先顯化出身體上面嘅嘢啦，可能多功能，我覺得就。真係要好多嘢要兼顧喎，即係最簡單嘅照顧到屋企啦、小朋友啦、孝順啦，其實講就好似好簡單，但係其實做出嚟都唔簡單啊。我諗即係尤其是心態同埋個品行上面，都如果係再優秀啲嘅，咁就即係更加即係唔一定要係有一樣嘢做嘅，唔一定 activity 嘅，可能本身嘅修養。好的話亦都可以是一個多功能的老婆來的，因為即可以內外兼備嘛，是。